好，我是 Christina。今天呢，我要来介绍你们什么呢？就是酱酱这个啦，就是这个啦，这什么特别呢？你看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瓶子，对不对？很普通的，然后有放着截止日期，就是1月2号，2018年。然后这个这样普通的一个东西是拿来干嘛的呢？所以我现在就来准备了一盘东西。就是这个啦，就是这个啦，就是这个啦。这个是什么呢？盘里面有薯条，还有那个 wedges 咯。然后是要拿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拿这盘东西？准备这盘东西嘞？就是其实这个嘞哈，就是你们有没有吃过 KFC 呢？KFC 那边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吃那个 wedges GG wedges 呢？然后每次要跟那个柜台的人拿那个 GG wedges 酱，然后。拿他的 cheese 啦，然后他就会 charge 你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你可以自己在家里，然后买外面去 Tesco 啊，还是去哪里买那个薯条，还是买那个 wedges，然后回来自己炸，或者是你可以买 nugget 啊鱼那个炸的鱼丸啊这样子的东西，你可以自己买来炸，然后可以然后把这个 sauce 放在上面就很好吃啦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就是要示范给你们看我按那个酱。现在好啦，给你们看一看一下，是不是很想吃嘞？所以呢，现在有了这一罐 sauce 嘞，我就可以每天在这里家里 DIY，要买什么啊？都可以拿来自己炸，然后可以，然后放这个cheese 的 sauce 上去，不需要再去 KFC，然后跟他们柜台拿那些 sauce，然后又要加钱，然后这样子咯。现在我开始吃啦，我要看看那个味道是怎样的，是不是有像 KFC 的 sauce 这样好吃？今天就到这里啦！想要看更多影片、更多分享的，记得 subscribe 我哦。